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大峡谷，无敌的风景呀，再次迷住了我们的眼睛。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来过，然后现在是11月2号，大选日前我们又来到了大峡谷。不管外面是风吹浪打，我们只闲庭信步，今日得宽处，偷得浮生半日闲呀。我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这样的无敌的美景。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他，能够爱我，我能够爱他，然后一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像王子和公主一样。这就是我们所向往的生活。好美呀！美丽地，这个移步换景啊，换一个景看看，依然是漂亮。这个没有办法，这景色就是这么迷人呢、景色就是这么迷人，让人。让人难以忘我呀，和每个人交流的时候，总是让人有意外的惊喜啊，有意外的惊喜在，就是这一天就过得非常的快乐。步道，有的人是喜欢在这里步呀，在这里步行啊。所以这边是有很多的角度，我们到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，不同的Nice video， 会呈现出漂亮的不同的风景啊，给大家。这种老树啊，千年的老树。他们好心提醒我说：“不要忘了你的包，忘了包就开不了了，走不了，所以不能忘记啊。”这个镜头18还是不行啊。没有这个广角开的大，广角开的大就扑面而来，无敌美景扑面而来，让你层层叠叠，就有这个漂亮，就这样的漂亮。看来他们已经走回来了，已经到这边了，已经到这种边了，景色到了。前面有一个突出去的牙，突出的牙，然后会有无敌的美景在这里。Whip out， 这是看美国学英文呢、看美国学英文，这样的话能记忆的更深。Hi， how are you？乌雀，这是层层叠叠的，挺好看。这个厉害，
这个点儿好啊，漂亮，漂亮，这么漂亮啊！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呢？让我们的小心脏防不胜防啊！哎，这边是不是能走过去？哦，这个下面可以走下去。How's it going? Hi, good. 耶、yeah, good. 他们是刚刚从那下面是上来，啊，这种景色漂亮，老漂亮了。挡住了也在拍。有的松树长得正好把这个风景全给挡住了，这多吓人，多么！耶，是干的。你看，你是如果年轻的话，你走两步下来就这个小坡，但是老年人就非常陡，就受不了这种，就受不了这种景色呀。不是受不了这种景色，是受不了这种陡，是这种陡。需要把这个包给放到这儿，包放到这儿，然后就可以。这下面还有涂鸦了，这下面。山高人为峰啊，人可以征服更高的山。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，我们是直接就大峡谷就可以了。Hi. How are you? We are waiting for you. Okay. Yeah, right? I need a photo. You need a photo? Yeah. Yeah, I'll take a photo for you. Yeah. Okay. Waiting for you. Yeah. Is it on manual? Push this. Okay. Yeah.